SUHO INS 更新一则，吹笛子的井号人气歌谣 MC 小哥哥上线为自己今天特别 MC 宣传了，今天的人气歌谣直播也开始了，想要看看像青苹果一样清爽可口的俊面，咱们就一起守住本放吧，顺便好好期待一下今天历代及性感的大哥现场视讯 INS 更新一则在待机室拍的照片。没看错的话，世勋身上穿的就是今天人哥的大哥服啦，正是这一套性感迷人的大哥服让在场不少爱丽都沦陷了。正因为是吴世勋，所以拿着梳子耍帅也毫无违和感，记住，因为是吴世勋哦。张艺兴工作室发文感谢外国网站 HypeBee 提到了 Namanana 以及张艺兴给世界介绍 M-POP 的热忱。16日，张艺兴工作室官方推特和 Instagram 同时更新感谢 HypeBee 提到了 Namanana 以及张艺兴给世界介绍 M-POP 的热忱。除此之外，HypeBee 新闻中还提到了张艺兴与公益相关内容。一直以来，艺兴热爱公益，除了自己带头做公益，也呼吁大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公益，甚至在成为三星手机亚洲区品牌代言人的同时，与三星一起为落后地区孩子音乐梦想而做慈善，与星同行，为爱出力。